他已经 BELO 盯上了，这个东西不是改了吗？他在跟谁说话呀？你可以查我排位，全是连胜。我操，这么变态的吗？武器大师。慢慢死去，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啊？这没扎到他呀？无语啊！他补了两刀，我就补了一刀。香味加点燃的话，伤害是够的。慢，来，残忍的们，更多火药，再 Q 一下，站远一点再 Q， 可以规避一下这个小兵的伤害。不提前吃 W 也不行，不提前吃 W， 他晕我的时候我就直接死。只要我能预判到他的那个E晕我的时间，我闪现拉开，回头一发 Q 他就死。他不主动晕我，就我吃了 W， 他可以主动E我。只能用大，更多火药。以为你每次都有好运气？被割开的喉咙，不是每一波你都能跑。猴子在中，我多压他一波。不要犹豫，感觉不应该交闪，出了个暴击直接给点燃就好了，不死再开个大招，感觉闪现浪费了，不应该给闪。猴子去下路，试一下。我切，他551块呀！手枪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更多火药！两个被吓跑了，直接被吓跑了，离谱啊！把先锋打了回家，去下路一会儿。回家吧。血肉才有分量，更多火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玩的就是一个帅字，一个字，帅的一逼。加个药吧。我要
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完了，怎么被晕？奶妈好能耐，没奶妈我两条命都不够死。兄弟们，我要开始我的表演。来等着，我没鞋子，好慢呀。我的 fucking 对，没鞋子好难打得到人。没，对对对，就这样跳啊，让他开你跳。妈的，没桶子。哇，这 Q， 我操，我的五杀呢？是不是没五杀呀？没点订阅的兄弟们，给主播点个订阅吧，谢谢谢谢兄弟们的订阅，谢谢谢谢谢谢。Thank you.